主料花生1000克，辅料白糖600克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首先要炒花生，锅烧热，倒入生花生小火炒，等到霹雳响的时候就差不多了，再稍微炒一会就可以出锅，这个应该很简单。然后再去皮，花生稍微一凉，用手一搓皮就下来了，一定好所有的皮去干净，然后用刀把花生切碎备用，这个也简单，就不拍了。把锅烧热，倒入白糖，一定要小火，直到全部都化得差不多了，就向下土再化几秒，倒入花生，快速的搅拌，搅拌匀了以后拿出放在油布上，把油布对折，趁热把花生糖杠成花生饼，一定要轻轻杠，趁热切成小块，凉了不好切了。烹饪技巧，一定要小火锅，然后一定要热的时候切块，要不然就切不动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